全部都是这种老阿楚高楼大厦，感觉就是豪宅的 feel。王老师，你好。我们今天来到这地方哈，这里是林口的文化二路，信义路的交叉口。信义路听起来好像是信义区那个信义路，不是，不是啊，是林口的信义路。对。啊，这边是比较靠近林口的尾段后段。前面是林口的那个捷运站，A9，三井奥莱那边，那这边呢比较靠近后面老区，以前林口的老街那一区了哈，那边就信义路、仁爱路那边了。那我们今天来这个富人区呢，这有钱人的区域，这个富人区有什么房子可以看？是不是？有正后方。正后方，正后方，那一栋白色了，是吗？是啊，那个是配色哦，那配色，这一栋就对了。对，哎呦，好像还不错呢。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啊。浴室真的是很麻烦，因为你会放毛巾了，洗完澡以后地板它是潮湿的，即便有对外窗，你还是常年关闭。智能除湿机功率只有65瓦，它的相对湿度在50以下，它会自动关，节省电。然后这个水你看已经这么高了，密闭空间它会产生湿气，一种大衣啊外套就会发霉。像现在它相对湿度已经低于50%，所以它会停止运作，不会一直在耗电。那一般除湿机都比较大，放很大台的在衣橱里面很奇怪，放不下，放在厕所里面也非常适中刚好，然后又美观又有夜灯的功能。那如果有需要的人点击连结有优惠哦。王老师，走到这边忽然慢下来的意思是说在这边吗？对，这一栋，高大上呢。然后它的外墙这边弄这种石材，有那种李天铎的 feel 呢，哈。这一整栋在这里，然后这边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子环状？因为中间有个公园，现在正在整修。这公园我们之前常来，因为会常跟车友约这边分享他的爱车。那这个区域就等于是环绕着这一个公园，对，旁边还有很多空地可以盖，所以未来这边应该发展性会蛮不错的哦。我们先看这个大楼的外观哦，是这一栋吗？确定吗？不是那个。2000 years later，我真正你这口气死。他走错间，是这间在隔壁。刚刚那个老的，这个是新的，好不好？全新刚落成啊！大楼的外观虽然不是李天铎的颜色，但是也有这种星耀辉的颜色哈。它这个钢加屋，钢加屋啊，对哦，所以它更接近公园呢。这真的是公园第一排啊！这一区，如果公园到时候落成的话，它这个看过去等于是。动距至少有个800米之类的哈，很远。那，800米耶。对啊，到那一栋那边去啊。所以非常的动距非常好，然后中间是一个公园，环境非常好，外面是信义路商圈，可以进去了吗？可以，可以，有沟通好了哈，走走走。王老师。这门自己开嘞，迎宾电动门，怎么这么高级？这样子走过来，它自己关了、哦。所以可以看一下公社嘛，大厅。一楼有交易厅可以。看起来金碧辉煌的，很有质感呢。那这个公社应该还没有点交，对不对？还没，这个才刚交屋。才刚交屋落成了、哦。社区是属于小而精美的一个。小而精美啊。总共几户？总共70户。70户，你光看这边，这根本就是饭店啊，饭店网红咖啡店的 view。然后看出去，这边是公园，在公园的旁边这边喝咖啡、喝下午茶，招待自己的朋友。不错呢。然后走进来，我们看到这个邮件区、信件区，它公司的部分全部都用这种绒布呢，麂皮的，太高级了。进来了，进来了。警卫超友善的，是个友善社区呢。我们常常被，对。进来了以后，我们看到哈，它这个配了一个耶鲁的电子锁，一个防火门。这是什么房型啊？
两房两厅一卫。还有回音代表说全新的，全新的，全新的哦，对不对？两房两厅一卫，来我们看一下，两房怎么有这么大的玄关啊？嘿嘿，现在两房通常不做玄关的、欸，也没有这个落成区，它这个落成区比四房的还大。哦，但是就是有人喜欢有一个里外的感觉，不要说一进来就开门见灶穿堂煞，进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一整排的鞋柜，甚至你一些就是储物柜啊收纳空间都可以坐在这边，你的室内客厅然后厨房就不会占用到空间，全部坐在这一排。好，那进来了以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格局，所以它的客厅跟餐厅其实没有分，但是我觉得这个要做餐厅可能比较有困难的、哦、因为它这两边开了两扇门、哦、这开了两扇门，所以你电视只能放这边，沙发放在我的后面这里这个地方、哦、那面宽的部分大概是2.5米左右，所以大概要放个65到70寸左右的电视。好，那其实这种小房型，它大部分都是小家庭，所以应该也是在餐厅，应该也是在客厅用餐呐、啊。所以客厅的部分可以自己设计成可以用餐的那种格局。可是这个屋主他是有住过吗？还是没有住过？他做这个灯是说原本要自己住哦，原本他自己住，连冰箱都买来，冰箱都搬过来，但是。后来为什么要这个等一下再聊等于说他这个帮你灯已经做好了，而且是有特色的灯啊，然后做了冷气的这个包管，然后有间接照明，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他看出去就是这个是隔壁的一块空地，但是未来也有可能会盖起来哈，这是一块空地。然后看那边那个就是感觉就是一个豪宅，那边就是一个绿园道，有没有？对，很漂亮绿园道，所以这社区旁边就有绿园道。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厨房，好，冰箱看看有没有什么料还没有插电，看一下啊、哦，进来，它这是一个小厨房啊，大概只有2.2米左右的面宽。所以是一个小，但是至少哈、哦，它有配瓦斯的。一般如果小房型，现在我看到很多都直接就配那种 IH 炉或电陶炉了。那它这个，这个不会是烘碗机？它的烘碗机是比较小的哈、哦，它这个宽度应该是45公分的哦，比较小。那这个如果要换洗碗机也没办法换，因为比较窄，可能有比较小台的，我不知道哈。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虽然小归小，但是该给的也都给的不错哈。这个你看，这大的一个排洗碗槽，然后这个也是大台的哦，双口炉。我们来看一下后阳台哈，哦，后阳台的部分，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也没有很小，就是够用的大小。那它也已经装好了哈，这个。林内的，就所以应该是真的本来要住了，他都已经装好了，然后这个冷气都已经，那冷气的格栅在这边，所以他不会用到阳台的空间。虽然说要住，可是他没有买洗衣机呢，嘿嘿，哦，插了一个洗衣机就可以住了。来，我们把它关起来，好，去来看一下，所以只有一间厕所，一间厕所，好，厕所就是。这个大门进来，玄关进来这一间，哦 ，total 的三件组，有配一个 total 的 washlet 啊、哦，免治马桶，然后跟一个这个干湿分离，大概是这样。我可以确定他有住过，因为这里有人拉过卫生纸，哦，然后暖风机配 Delta 台达电的，台达电好。公领域的部分我们看完，我们看一下私领域的部分哦。来，这里是一间客房，次卧的部分。这个什么电风扇要一起附赠的，是不是？不知道，哦，到时候再自己跟屋主谈。它这个是
这个确实是有点小了，这个大概一坪多而已，一坪多的大小，我建议如果这个房间你没有要把它当成储藏室的话，还是装潢一下会比较好。系统柜找那个厂商或者是设计师来帮你规划，一定要做装潢，不然那个房间你很难摆那些家具进去。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主卧室，主卧室就比较刚好一点，虽然也不是大，但是刚好可以放双人床，然后柜子可以钉一点柜子。那这个房间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几乎已经到了地面大概25公分上，全部是窗台，所以采光应该会不错。就对面这一间如果不要盖起来的话，这边应该采光会非常好。那整个看出去也是非常赏心悦目。哎，王老师，我们这个房子坐落的地点就是在我们这个民视啊媒体园区这附近。对，那媒体园区这附近感觉都是一些高大上的房子，你自己看那边好像来到敦化北路，有没有？台北市的敦化北路那些豪宅的大楼社区都在这里。所以这边人家讲说这叫富人区嘛，对不对？有钱人住的地方了，所以我们还不是有钱人，所以没有住这里，我们只能住桃园区，不能住富人区。那没关系，了解一下行情好了。地理位置大概在文化二路跟信义路的交叉口，前面那一条就信义路了。没办法住台北市信义路，但是可以住林口区的信义路。那这样子地理位置交代完毕，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房子坪数是多少？27坪，它这个没有车位，没有车位，对，是两房没有车位的。没有车位，到时候停车就是这附近的停车场其实挺多的，所以也不太需要担心。那如果说是在民视上班，可能就走过去就到了。未来 TVBS 搞不好也会在这里设一个电视台所以看你自己啦，因为有些人很在意有没有车位。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在意有没有车位，那你可以再找看看有没有别的。但是如果你不需要车位，其实车位现在都比车子贵了。有些人就是不要车位的可不可以不要买？但是如果买中古屋，就一定要有车位。如果他本来有车位，你就一定要一起买了那新成屋或者是预售屋有可能不用。所以假设你不需要车位，其实这个你可以考虑。那这样子，27点多坪哈、屋主开价多少钱？1400万。1400万。对。1400万，那这样子算下来大概自己算，没有计算机了40几万吧没有，51。51万啊，这是已经开价了嘛，这是开价了开价不等于实价不等于那个成交价，反正就是到现场直接来谈了。不过林口最近的房市确实是因为它整个机能都起来了，它确实是比较稳定一点，落差上上下下可能没有像以前这样这么大，也不是零三蛋了，所以不要再用以前那个名嘴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区。林口这个地区它跟以前真的差很大，差很大。对，以前林口就有一个长庚嘛。对。那现在整个林口除了长庚以外，捷运的路网，还有它的整个那个，还有三井奥莱，整个生活圈都起来了。还有拍卖场。对。OK， 好，那如果对这个房子有兴趣它单价虽然不便宜50几，但是它的总价应该是一般小家庭还负担得起。如果你没有车子，可能可以考虑看看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还有它的整个格局适不适合你。当然，每个人的使用需求不太一样，像我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对我来讲，房间太小，少一个房间，我必须至少是三房，所以不适合我不代表不适合你所以大家可以实际到现场来看适不适合你那价格部分再跟王老师一起跟屋主沟通了，因为最近这个打房很像很用力可能可以跟屋主聊聊看我们再有兴趣再直接跟王老师联络，右下方有他的联络方式。那如果你是最近买房子，想要来分享你的买房心得或者是装潢心得，欢迎跟我联络，下面有我的联络方式。如果你是最近买了新房子，旧房子要脱手了，也欢迎找王老师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浴室真的是很麻烦，因为你会放毛巾了，洗完澡以后地板它是潮湿的，即便有对外窗，你还是常年关闭智能除湿机。
功率只有65瓦，它的相对湿度在50以下，它会自动关，节省电。然后这个水，你看已经这么高，密闭空间它会产生湿气，这种大衣啊外套就会发霉。像现在它相对湿度已经低于50%，所以它会停止运作，不会一直在耗电。那一般除湿机都比较大，放很大台的在衣橱里面很奇怪，放不下。放在厕所里面也非常适中刚好，然后又美观，又有夜灯的功能哈。那如果有需要的人，点击链接有优惠哦。